过8+5个，就可以在天津立足。我来天津就是为了这一点，谁给我惹乱子，别怪我翻脸。至今也没人打过5家，你打，给你踢的是武馆不会容你。教授个徒弟打。师傅，我娶你。然后呢？跟我回广东。你收的徒弟，看我的眼神不正，是个小人。你徒弟踢了7家馆，战绩非凡呢。你要出卖你徒弟。机灵点，觉得不对要知道逃。我是一个门派的全部未来，我得按世上的规矩来。打完8家被逐出天津，毁一个天才，成就个门派。我踢馆。今天我求一个人活着。我徒弟打了8家武馆，我想打第9仗。